一直心里想着小弟呢，多少年都想着小弟呢，心里边有我是吧、哦、一说小弟你打我就去，肯定去。我当初给你剪头可是8年前的是吧，你看咱还还有印象呢。我真想不到啊，这么多年过来了，妈真想着你呀、啊、你还这么时尚呢。是呢，咋我进门我一看小弟，咋你还可以，你还可以想着我，你还可以想着我呢，你说腮红打着肿的。哎，你想姐，咱们就别俩学的了。嗯，这发型说真的啊，剪完就没了，嗯、你别白留。剪完就没了，剪完就短了呗。那短就短呗，你就把脑子交给我。好，行吧。嗯，我都给你变成一个小少妇，行不行？泼妇差不多，少妇够呛了。有难度啊，因为这脸实在是太圆，头发得少啊，发量还不多。嗯，为啥找你呢？毛毛躁躁。是，有啥用啊？没有，早剪早省心。是呢，那我就给你发挥一下子，好吗？好嘞，让你找出年轻的时候你得行不行？好嘞，死的脸忒大了，比昨天肿的劲儿更大。你感谢这个脸不、嗯、你这个大身子配个小脑瓜似的多丑啊。我现在这不是发福了吗？嗯，找那颗呢，那颗130斤还没有呢，现在咋160了快，其有毛病有的，我是癌症患者。你啊，嗯呐，心态这么好呢，在我有生之年必须给我找好看的头型啊。你看压力都使到我这块儿了。你听我招啊你。不真的啊，真的真的。几年了？4年了，心态挺好。多少死多少算？你看。所有人都应该按照你的心态活着，是吧？嗯嗯，开心治百病。今天我都给你整开心了。你看为啥我这么胖了呢？都吃药吃的。剪、嗯、了啊，我的圆脸的亲姐。剪。你别了，你别剪了，心疼不心疼？哎，说实话，我不心疼，就这么糟这头发有啥用啊？嗯、是吧？是，总是啊。哎，手指都你看看。嗯，猫都猫猫，你这发质还没有我这个大腿毛粗呢，是吧？哎，确实是。嗯，你知道我这吃药吃的怎么办？嗯，掉头发。嗯，忘掉病的事儿啊。嗯，剪完病都好了。是，肯定的。都说这个大脸不适合剪短喽，你呀、啊，今天再给咱们打个样，知道吧？打样看看这个大脸剪完喽，是吧？是，多好看，哎。精神着点儿，精神。嗯，还长的头发，你说是不是也不对？我都佩服你这样的，是想得开。你说这还用烫烫吗？不用，没烫了。嗯，因为你身体不太好，就别烫了。是吧？嗯，本来都不灵的。对，咱们不能为了赚钱丧良心，是不是？穷小弟，谁是穷小弟？嗯，谁问你？今儿咱们把这发型给它剪得漂亮一点，让别人一看，哎呀，换个人是吧？好看，哎，纳得中了。猴子都完蛋了，发质不好，气候病有。啊，我出来头发也是特别软。以后啊，在家预防点这个发精油，对，护发小精油。是的，你那儿的，是你那儿。哎，给它抹上点，是从你那里拍的。头发稍微都硬朗一点，嗯，没有那么细软。是。啊，哎，洗完了我都按着你说那个一滴两滴，哎，完了呢，这就吹风吗？对，洗完了抹到发中还有发尾，发尾，嗯。平时看我视频呢？哪一天我不得看会儿啊？点赞不？咋不点呢？必须点。我感觉我亲小弟我还不点赞。每一个大姐都说我天天给你点赞。嗯，每天晚上了我都躺被窝了，我都得关注一会儿啊。对，拍了4瓶了，是吧？小精油啊，少拍一点用不了，拍那么多干啥？嗨，我都是，我这人都是啥呀，我都是洗完头发了，连姐夫也是，嗯，洗完头发了我得抹上点啊，得吹吹舌头发都干巴了。对，不买了吗？是吧？对，那个护发小精油是两滴一滴啊，嗯，两滴够了。哎，我头发少，省点，怎么喝啊？怎么喝？揉匀了啊。好的，抹到头发的发中，对，还有发尾。对，之后呢，词儿交给你，
他想问我吹干了看效果，看效果，吹干看效果，头了。大脸多大呀？大胖头鱼。胖头鱼你也会说了？是啊，大胖头鱼脸。哪有六十的老太太还这么美的？你说呢？罚六十，买减账的话行。是你，都你敢要啊？敢。不白活一回，这叫不白活一回。是。很好了。满意不满意？正是我想要的那种，是吧？和后面还能扎起来啊、哦！老李，这都是我想要的那种。哎，两边可以散下来，修饰点脸。是呢，感觉可以是吧？可以，满意不？非常满意。这小精油好用不？好用，好用是吧？多好啊，也不影响蓬松。如果说感觉剪的好看的话，你帮我点一个赞啊！